爱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快乐修行路。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是耶喜喇嘛的新传弟子，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，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，且一直为着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。1984年耶喜喇嘛圆寂了，梭巴仁波切一肩独挑起领导护莲会的重任，以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的悲愿，使至圆满上师耶喜喇嘛的遗愿，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弥勒大佛，促使大乘教法常住于世。仁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，终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，推动种种弘法利身的事业。即使在视线病相的时候，仁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。仁波切常说，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，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。转经轮的利益。在梭罗昆布，所有老一辈的男人女人都每天转动着转经轮。早上他们在家里的时候，还有晚上睡觉之前，他们会用左手拿着念珠，右手拿着转经轮，然后持诵嗡嘛呢叭咪吽。当他们四处走动的时候，也继续转动着转经轮，持诵嗡嘛呢叭咪吽。过去我曾经想过，转动转经轮怎么能变成佛法的修行呢？就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法门的利益，我心中曾有过这个疑问。我不知道它是那么重要的修行，在敬业方面如此有利益，仅仅碰触或转动转经轮能带来不可思议的进化，并累积难以置信的功德。我在劳多发现许多老旧的手稿，是劳多喇嘛抄写的法本。已故的劳多喇嘛被称为喇嘛昆桑耶喜。有些人认为他和我这一生有些关联。劳多喇嘛并没有寺院，而过着在洞穴中闭关的生活。他花了许多心力抄写各种金刚乘本尊法门的法本。当时这样的法本非常稀少，所以他抄写出许多手抄本。由于这些手抄本收藏在非常潮湿的洞穴中，都受潮了。我曾把它们摊在阳光下晒干。如果你不晒干它们，法本会发霉，然后被虫子毁掉。
虫子从法本中长出来，并在法本上制造了一些有趣的洞。有一天，当我把法本摊放在阳光下时，我看到一份题为《玛尼卡邦》的成就法本，内容包含了整个世界演化的历史，包括佛法如何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以及雪乡西藏的众生如何成为特别的所化机，被大悲佛观音所调伏。阿弥陀佛和观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，彼此有非常强烈的关联，而大悲佛观音和阿弥陀佛在二十几年来，特别是透过散播正法，已引导着不止西藏和中国，还包括西方国家，在玛尼卡邦中，我看到一段简短的解释，将转经轮法门的传承，以及当你修持此法门时，要如何观想及禅修。在西藏，通常只要有大乘、金刚乘教法流传的地方，就流传着转经轮法门。这个法门由龙树菩萨传给师面空行母，再由师面空行母传给莲花生大士，而由莲花生大士将他带入西藏。读过这段教授之后，我对于这个法门生起了信心，它并非毫无意义，而是有考据且非常珍贵有意义的法门。从这份法本中，我对于转经轮法门如何有力地净化心事，并累积广大的功德，有了一些认识。1987年，当我在澳洲观音院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那个地方变得不可思议的宁静。由于感觉如此宁静，让你想要留在那里，住在那里。观音院过去从未像那样过，而我很想知道它为什么改变了。当时滚雀格西在那里，格西拉做了许多佛法的修持，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在喜马拉雅山区密勒日巴的洞穴中闭关，他做了2000次的静隐持斋，那是2天密集的观音闭关。需受持大乘八关斋戒，做许多大礼拜，持许多咒。喇嘛滚雀格西已在菩提道上善巧修行，因而我认为观音院的宁静或许是来自格西的菩提心。然而在我即将结束那次行程前的某一天，心中浮现出一个念头，哦，这改变或许是因为转经轮的缘故，他以前不在那，那个转经轮比药师佛净土中心这个转经轮小多了，但是也一样包含许多以胶卷制作的咒，
制作得非常好。不久之后，当我接受巴西一个禅修中心之邀到当地弘法时，一位学生给了我一本书，是塔山竹谷的资深弟子所写的，谈他在塔山竹谷的中心负责建造转经轮及佛塔时的经验。有一部分他提到，在转经轮建造完成之后，那个地区全然被转化了，变得非常宁静、悦意，有益于心灵。这坚定了我的信念。基于我自己的推论，观音院会变得如此宁静，是因为他新建的转经轮。别人经由建造转经轮体验到类似的影响，有助于稳固我的信心。转经轮有地、水、火、风四种。转经轮的利益之一是，它是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事业的化现。为了利益众生，诸佛菩萨化现于转经轮中，净除我们的一切恶业障碍，并使我们实证菩提道次第的正量。在建造了转经轮的地区，一切有情，不只是人，也包括昆虫等，均不会堕落三恶趣，他们会获得天人身或往生净土。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迷你的转经轮，你家就和布达拉宫观音的净土无二无别。当你死亡的时候，如果身旁有一个转经轮，你并不需要破瓦法。拥有转经轮本身，成为将意识牵至净土的法门。只要想到转经轮，就能帮助一位濒死者将意识摄入中脉，由顶轮离开，化身于阿弥陀佛或观音的净土。仅仅碰出一个转经轮，能净除极大的恶业及障碍。转动包含100万遍嗡嘛呢呗咪吽的转经轮，就积聚了如同持诵100万次嗡嘛呢呗咪吽的功德。这个在药师佛净土中心的转经轮，包含了118亿遍的咒，因此转动它一次，就等同持诵了那么多咒。在那数秒钟之间，你修持了如此有力的净业法门，累积了如此多的功德。转动转经轮一次，就等同圆满了许多年的闭关。这被解释为转经轮的利益之一。透过水转经轮，碰触到转经轮的水都会被加持。当水流入海中或湖中，它便带着净除其中数十亿动物及昆虫的力量。我曾有一个心愿，
最近又变得更强烈，就是在海中建造一个转经轮。因为我受邀协助许多其他的佛法计划，建造水转经轮的构想就被延宕了下来。然而，当我最近在台湾的佛法中心时，在一段关于转经轮的谈话中，我提到这个构想。有一位施主经营了几年家庭事业，他非常乐意建造一个水转经轮，因为他的父亲是透过买鱼而创业。既然这家人的成功来自渔业，他觉得他的家庭亏欠于许多恩情，而他心中早就想要做些什么事来报答或利益于。当我提到水转经轮的构想时，他几乎哭了出来，然后他问：你为什么告诉我要建造这个转经轮？然后我解释了各种原因。他非常乐意建造一个水转经轮。我提到在台湾附近的海域建造水转经轮的构想，但他想建在夏威夷，在那里太平洋的水能碰触到转经轮而带来很大的利益。火转经轮由蜡烛或电灯的热能所驱动，从转经轮放射出来的光净除它所碰触到的有情的恶业，由风所驱动转经轮也类似于此。碰触到转经轮的风受转经轮的力量加持，从而具有力量，能净除任何被风碰触到的有情的恶业及障碍。由于转经轮能如此有力地净除恶业，我认为使用转经轮是个很好的主意。在我解释过转经轮的利益之后，几年前在科盘市，罗纳及泰瑞自愿肩负起制作转经轮的工作，让那些想要修持此法门的学生们顺利取得转经轮。他们慷慨地制作了许多小转经轮，并提供给许多学生，包括我在内。后来我把我的转经轮供养给尼泊尔国王，当我向他提及在一个人死亡的时候，拥有转经轮会有帮助时，他霎时变得疏远了起来。我想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个不寻常的话题。他问道：我必须保有它吗？所以我说，是的。教法中也提及转经轮能阻挡非人及其他有情的伤害，也能洗止疾病。因此我想到可以将转经轮用于治疗。任何生病的有情，例如艾滋病或癌症，无论他们是否了解佛法，都能运用转经轮来禅修及治疗。
例如，病人可以每天到药师佛净土中心来，花几个小时转动转经轮并观想。有二种观想法，第一种是你观想光线从转经轮中的咒幔放射出来，照亮你，并净除你所有的疾病及治病的噪音。你的负面思想及其遗留在你心相续中的习气，接着观想光芒照亮一切有情，净化他们的一切痛苦、恶业及障碍。第二种观想是光芒从咒字放射出来，如灰尘上方的真空吸管，勾召一切疾病及非人的伤害，以及最重要的是疾病的噪音、恶业及障碍。这一切都吸入或融入转经轮。当你持诵五串或十串念珠的咒时，你以这种方式观想清净自己。当持诵几串念珠结束时，观想由转经轮放射出来的光芒，净除六道有情的痛苦及障碍，这些都融入转经轮，一切有情，包括自己，皆得解脱，体悟整个菩提道，并成就大悲佛的果位。你也可以一道一道做同样的观想。如果有人罹患艾滋病、癌症或其他疾病，像这样禅修，每天尽可能做几个小时的禅修，一定会有某些影响。我知道有相当少数的人透过禅修而从末期癌症中完全康复。即使一个人或许不懂关于出离心或业果等佛法教理，由于他们此刻想拥有心灵的宁静以及安详的死亡，由于他们关切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及心灵，他们应该运用这种特别强而有力、深具意义的疗法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每个或大或小的转经轮都适用于病人的治疗。这个法门非常实用，而且深具意义。两年前，我请金麦肯在这个药师佛净土中心建造转经轮，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如此修持，也加持土地。它帮助人类，也同样帮助所有昆虫及动物。金和他的太太山卓花了许多时间及心力，完成了这个极为庄严的转经轮。我确信许多人帮助他们完成，我打从内心深处非常感谢他们的成就。转经轮使一个地方变得非常神圣而珍贵，如同净土。
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特为病苦者起建49天药师法会，恭请慧信法师主法，日期7月20日农历6月3日起，至9月14日农历7月30日止圆满。时间每日上午10点半，逢星期三休息。联络电话：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。0627-16612，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毛孩立牌位，欢迎十方大德一起为世界祈福，为一切有缘众生消灾增福寿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欢迎提早来电报名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，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，敬请亲临分会登记，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。联络电话：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。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有人问这个问题，就是在第发愿的最后一行，先当不食一日中。嘿，五郎公，所以是一天麦吃饭？不是，那个一是指齐的意思，齐一的意思，就是对齐日中，就是过中不食的意思。所以先当不食一日中，那个是指齐，就是说过中就没吃东西，过中不食。所以有人说啊，师父啊，请问啊，过午不食是几点？过午不食，还是一点？还是12点半？还是几点开始吃？还有那种说啊，12点坐下来吃，吃到你用了，就准算了，就是暗顿不吃。不是，在佛智，太阳过中，日中过一分就过午，一毫一法都过午。所以今天我们查过了，太阳过中时间11点58分。11点58分，所以11点57分之前，大概得爱停，不能再吃东西，因为我们不能吃到日中刚好哦。11点58分，我吃到肚肚啊喝，一定要吃到那个，那叫食非食，那个会犯。所以我们就是其一过日中就不吃东西。今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幔，不香油涂身，不观听歌舞，不非食食，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，随喜您的功德，阿弥陀佛。关爱众生，永不停息。